果有人邀请你拍艺术裸照，你 OK 吗？来自美国的摄影师斯班瑟最近在征求志愿者邀请大家集合到雪梨拍裸照。他表示呢，这一次的活动是跟一个长期关注皮肤疾病的公益团体合作，希望能够透过群众裸照的艺术创作，唤起大家对于皮肤健康的重视。不过，其实在这之前呢，这名摄影师就一直很喜欢拍摄群众裸体了。他目前呢有累计超过100张的摄影作品，在世界各地拍了将近20000人的裸照。那虽然有的时候呢会遇到反对声浪，但他在受访的时候说到，自己最喜欢的创作材料就是人的身体，不同体态跟肤色都可以是美丽的艺术形式。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会想要参与这个活动，一起脱光光拍裸照吗？